韩国电视界斗得越嚟越激烈，人气偶像李胜基今次喺《当王子遇上女军官》里面担正做主角，佢点睇而家嘅竞争咧？好了，所以剩下我们在学员流入的这个房间，来发现你，我让房间是个房间。女主角何志远在戏里面要同细佢九年的李胜基谈情说爱，年龄差距会不会影响投入感？我好像可能没他的能力的真的了，我可能怎么不这样的我也太想到我不能评价他们不要。想欣赏李胜基和何志远的精湛演出，记住星期日收看无线剧集台全新韩剧《当王子遇上女军官》。